很舍不得，但是又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又是一首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，因为它算是我的开始啊，就是可能对我的过去不是很熟悉的朋友，其实英文歌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开始，因为我在新加坡发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张英文专辑，叫 Bored, B-O-R-E-D, Just for your information, FYI 其实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，那是在1997年，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新加坡歌手本地歌手，就是有机会发一张自己的创作的一张专辑，然后第一首主打歌一播就是在上电台的时候首播就得到了第二名好，就是好像始终没有到第一名，但是我觉得重点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新加坡的音乐环境里面，一个本地歌手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已经算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很骄傲，就是有这首歌让我有机会从新加坡，然后噔噔噔噔噔，咻咻咻，然后就飞来台北，有一天又开始当一个国语歌手为你们唱歌。今天更荣幸的是，我觉得今天唱英文歌，然后又可以讲国语，很顺，有没有？算很顺，对吗？有没有掌声鼓励一下？但是我就是想，对吗？我就奇怪，就是我想做的一些事情，我就会对我来说是 make sense。然后很感谢大家非常支持我，就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。所以今天这首歌，我想就是想就唱给大家，因为它就是我的开始了。